我跟我老公说了，以后就去中国开一个紫菜包饭的店，我准备材料让他在前面包，怎么样老公？好。我老公是包紫菜高饭的高手。是吗？嗯，包的也特别好，看你包点什么。我们的吃这桃果陈俊妮可吃桃果那陈俊妮就搞得太陈俊妮我不送这次弄金枪鱼各种各样的还有芝士的，我也跟我老公说以后跟我老公说以后没有工作了，我们就带着两个孩子去中国开紫菜包饭店，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支持我们？奥妙的紫菜包饭怎么样，名字都想好了。好的。不是。不是吗？不是。 那怎么样？是明雅的。明雅的紫菜包饭也可以。你看我老公多会包呀，他没事就在家里做紫菜包饭给孩子他们吃，然后孩子他们也很喜欢。敏灿呐，这个爸爸给你做的参起。参起。金枪鱼的。你们喜欢什么呀？我喜欢。金枪鱼还是茄子？我喜欢茄子。茄子。好。我好吃吗？晕倒了。你有这么夸张吗？我不经这么吃他们吃什么。好吃。我做的秘方我们不能告诉别人啊。这是奥妙的秘方。好吃吧，他们吃真的好好吃。而且可多少新的很熟。太棒。这个真的超级好吃。我참치치즈김밥해줄게。참치하고치즈래。这次我老公给他们做金枪鱼和芝士的，他说孩子他们喜欢吃。老公你太厉害了啊。是吗？我煎的鸡蛋太丑了，哇，放那么多。鸡蛋好吃。鸡蛋好吃也不用放那么多呀。是吗？这样好吃。这样太多了，那等一下又要再煎了。哇，以后我开店了你们过来吃啊。我们给你们里面放多多的这样。好。哇，아기는없이다준다。哦，太啊，七只脑袋，这太大了。对呀、啊，太大了。哇，哇，三个。哦，这太大了呀，老公。可以呀、啊。可以吗？是啊。小孩子他们是要做小一点。苹果呀。啊。苹果呀。对啊。苹果。哇，还可以啊，还可以。哇哇，哎，老公你太厉害了。是啊。又会赚钱又会做菜呀，一等。还做的这么好吃，好，是，这给我吃啊。
好吃，超级好吃。你看我老公做的像模像样的吧？哇哦！你给唱气。好吃吗？아빠응이거김밥장사해도되겠다 앱김밥김맛집김밥이라고하는데사먹을것같아사람들이응야儿子你太有眼光了以后我们就去中国开一个好不好好的嗯这边在煮豆芽汤我老公说这个豆芽汤煮得太赞了以后开紫菜包饭店的话呢这个豆芽汤又免费送怎么样好什么时候去中国明天吧马上出发好明天都我中国等你每次都在这里偷吃名菜都偷吃完了这里都没有了哎呦喂我老公说下次我们去中国的话我们就带一点材料过去然后做给我爸爸和我妈妈吃还有我弟弟他说让他们先试一下如果好反应好的话我们就去中国开店是不是是啊test 를해봐야什么时候能去中国呀这个是个问题上海什么时候能够解封啊好想回去好我老公全部做好了这个对我吃这是最后一个我吃你等一下再吃我马上就好了呀还是安全全部都用完了是吧是那紫菜怎么办剩下的那个我吃有破了老公你没拉紧吃饱了你这个吃破的你都吃饱了老公你包的比妈妈包的要好吃是吗对有哇哦等一下哦我知道了你还要给它撒一上一层芝麻对吗对哎呦这重要的老公你这样弄哎呦你妈哎呦哎再来一下哎呦搞不到的都是你你看민찬나뿌려민찬도이렇게잘해퓨퓨好了好了嗯很像模像样啊可以啊你太棒了哦烧饼的烧饼嘎吉紫菜包饭来了你要这样说紫菜包饭怎么了吃过去很空的对啊还是安内斯你打人了嗯没有碗了是吗我们家的碗都没有来这个嗯一小的吧那这个小的这个大葱啊把那个脑袋打进来啊对的来豆芽汤来了来来来来吃吧米娜你喝一口试试看对我看一下哦哟妈呀教师节快乐还给了老师他的摊门哇吃真的好吃吧好吃啊你们都要说爸爸辛苦啦爸爸辛苦了爸爸辛苦了爸爸最棒爸爸最棒欢迎宝宝真的吃사랑해나는엄마보다더큰아빠